各位观众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官，欢迎收看今仔日九月二十一号的婚庆新闻。台山线高架段有一栋大楼正伫咧兴建当中，不过施工以来，甲地方的互动并无好，而且建商阁将周边的灌溉水沟来封起来，尤其大楼的废水是直接排落去水沟内面，嘛阁当地农民甲民众是真不满。经过真侪摆向厂商来反映，因并无改进，当地居民直接是向管府来陈情，今仔日嘛进行会勘。最后，在民意代表的协调之下，厂商改变态度，并且表示愿意改进。台山线高架段顶头一间新起的大楼看起来真气派，不过前两个月前，地方居民就开始反映，经常从水泥沟封起来。最近阁发现，连大楼废水也要直接排落去水泥沟，因为向建商反映无结果，当地居民只好向管府陈情，今日进行会勘。最主要是污水个排水治理高了，治理高这里绝对没有摆啦。啊，伊个个看法也无讲啦。啊，迄、那个公司，迄、那个这个建设处遐公司，伊讲要改善啦。啊，将近两个月也拢无改善，但挂这挂看落一部分。另外，这栋大楼将停车停出入口设在后面道路，和原本路面都无宽小路，出入是更加复杂。因此，嘛要求建商要加设警告标志，避免出入危险。这农民使这搬车，动无像咱的轿车遐来，所以惊弄。所以讲要过二十公尺或十公尺，要过设前边，还过加一个宽车行安尼。啊，这农民啊，欢喜多啊，无我。无这无人话话，我做死人了。因为担心水质受到污染，无得灌溉，反而车辆出入无安全，因此当地居民是向管府陈情。今日包括管理员、大兵员、蔡龙虎也拢前往协调，最后算是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希望讲因建设公司会当伫这个所在请人起来时，有设一个红显示灯，让附近经过农民吼会当了解细腻啦吼。另外就是讲针对因大楼吼，再抽出来水排落水泥沟是农民袂当接受，因为这条沟啊，这条水泥沟吼是真侪农民咧灌溉使用嘛吼，所以咱这就是要求因建设公司吼，将这个因抽落来水，那么抽位台山线的排水沟内吼。高架乡好山好环境，请建商来遮起厝，顶居民并无反对，只是嘛希望建商会当是一个好厝边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